求他们的，我们也是用投票选他们的，为什么是我这个小喽啰的人来发出声音？你们应该自己去想了，拜托你们把我的声音放声出去，不要把部落当作是一个没有声音的、没有人存在的。我希望在这里的记者也很感谢你们，他们的情形也是跟我们一样，好多个老人看到了自己的部落一个一个的山都被土石里淹没了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如果那个山没有去炸、没有去动的话，也不会造成土石流的存在。我们的山没有疏发改的再震破，石头也不会碎。我的话有没有道理？大自然不会轻易的碎在那边造成土石流，大自然的力量我们不能忽视。你一动那个山，你一动原来那个山，这会变成碎石，又会山崩，又会大水冲流到部落。你看我们的河川那边几次的台风，一年今天的台风也有四次了。你看那个河川都满满的石头，都还没有去整理哦。你们在都市的记者永远不知道，只有我们当地的人知道状况。我也希望台语不是说，我也不是说要阻挡他们开采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希望他们尊重部落的人，让部落的人也了解一下，因为有部落的人发出声音说他们不同意让他们的开采。我也希望台语能够为我们想想吧，为下下一代孩子想想。我真的累了，因为太多的原住人都跟我讲，你去发出我们的诉求，不是河中部落没有声音，不是河中部落没有人敢出说话。感谢你们能听我在说的话，感谢你们，谢谢玉楼姐。但大家知道河中这